之前有一间海光餐厅已经开了30几年了，那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海光这间餐厅哦，那因为它可能是比较在左营那个地方，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然后让一些老味道可以传承，所以就想说往市区这边选择一个比较热闹，在当时算是高级住宅区的地点，然后来开设这个苑景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江浙菜、杭州菜的这个料理，因为其实好像慢慢已经没落了在高雄市，那希望在高雄能够更多人知道这些所谓的江浙菜。因为去年已经有累积一些经验了，所以我们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做这个外带8折的优惠，那希望就是鼓励客人多外带。然后我们有做了很多那种食物的真空包，像我们的冷菜其实就是我们的特色，所以我们再把很多冷菜都做成真空包，像烤麸啊，然后泡椒凤爪这些东西可以适合宅配的，那在家就是开袋就可以吃的。还有我们的四大天王，就是我们的泡菜，就是随时在家必备、冰箱里面必备的一些东西。其实我就说，所以我们的厨师是卧虎藏龙，一开始也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并没有卖这些产品，那是因为好玩。其实有时候员工会做，然后请一些熟客吃啊，或者我们自己的员工餐，那客人吃到之后反应都很好，就说哎，小爱你为什么不干脆拿这些出来卖给大家，那就因为这样客人的一个小就是提议，然后发现其实真的很受欢迎。去年也就是靠这个四大天王帮我度过了疫情，所以就今年就延续下去，然后产生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像臭豆腐也是今年才有的。我们现在周末都有推出4人套餐，因为我们就是等把我们的桌菜给缩小，让家小家庭也可以在家享用。那我们现在是周末有4人套餐，满2000我们6公里内可以免费外送，然后那其他的就是我们现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菜单里面的东西都8折，我们是希望客人能够吃到就是热腾腾的食物，所以你喜欢吃什么点什么。我们没有做，一直都没有做到便当这个东西，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没有。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不做便当，因为我觉得便当是被动式的，就是你等客人来买，那吃到的食物就不是那么的新鲜跟美味。那我希望大家吃到的都是自己喜欢的、自己挑的热腾腾的东西。嗯，然后而且我真的觉得便当其实太不环保了，一直以来我是很排斥做这些东西，其实每天看到这么多塑胶的东西，我看了好害怕啊。其实我一直都是靠这些老客人在撑着，因为他们就是吃习惯的味道，所以都会一直回来回购，他们就是想到3天2天就会订我们的东西回家吃。那像这个东坡肉就是我们的招牌，那以前在店内吃一小颗要280，那我们现在就是做回馈，我们真空包2个，上个月的时候是299特价，那现在就是3502颗，就卖得很好，已经卖了，就是客人就会怀念我的味道，就会来带这些东西回家吃这样子。支持我们撑下去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苑景轩啊，苑景轩一直在这边陪着大家，就是开心也好，不开心好，都要来吃苑景轩。这是所有的里面，我觉得那个餐饮业冲击是最大的，尤其是不能够内用之后，影响好多好多餐厅。那我希望这些同业、同行可以大家一起坚持下去、撑下去哦。然后到希望疫情过后，大家都还都在。因为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开心不开心都要吃，尤其心情不好更要大吃特吃。大家好，那现在呢，厨师已经帮我们准备好这一桌的料理了，那要为大家一一来做介绍。那我要为大家介绍呢，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推出的4人周末套餐。那主要是看到的在这桌面上的这些菜，那菜饭不是，这个不是之外，
这就是我们周末周间套餐哦，会有四菜、一汤、一个点心跟一个甜点。那我另外今天会再做介绍的是，我们这个江浙菜最热卖的上海菜饭，还有富贵双方，来介绍一下哦，这个富贵双方。富贵双方其实就是蜜汁火腿啦，那双方是因为我们多了一道不一样的这个脆脆的豆皮在里面，所以它叫双方哦。那吃的时候建议要多沾一些这个蜜汁会比较好吃。吃的时候会听到这个酥酥脆脆的声音，我最喜欢吃这种酥脆口感的东西。嗯，真好吃！吃了蜜汁双方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甜甜的，脆脆酥酥的。那我们现在啊，这些单品外带都有八折优惠。接下来这一道呢，就是我们江浙菜很著名的上海菜饭。那菜饭里面我们用大量的青江菜，还有一些肉末，然后还有一些香菇末，它去炒。然后这个菜饭炒得好不好吃哦，很重要，就是那个镬气。如果有把那个镬气炒出来，那个菜饭就是一级棒。一入口就是有那个咸香肉末的味道，然后还有江浙菜那个脆脆的口感。那个青江菜的菜梗，脆脆甜甜的。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个道是无锡排骨。我们的无锡排啊，很棒的地方是都会带有这个软骨。吃排骨最好吃的地方就是肥肥带软骨的部位了。先吃这个，这个软骨在嘴巴里面咬个几下就可以吞下去哦，这是最赞的。再来呢，要特别介绍我们的滑蛋虾仁。那一般本来我们滑蛋虾仁是不在我们的菜单里，是为这一周的周末套餐推出的。那特别介绍的是，我用的虾仁呢，是我们本来用来做龙井虾仁的火烧虾。那这是安平那里的野生的，因为虾仁是这个火烧虾是没有办法养殖的，所以就是海里有捞到才有火烧虾，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捞不到火烧虾，就没有办法做这些东西。那这个虾仁小小的，是因为它是真材实料，就是现剥的，没有泡过任何药剂的。这个虾仁一咬开哦，就是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因为火烧虾本身就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它跟一般的虾子不一样，并不是它的腥味哦，它是像我们吃那种锅烧面里面有一股，就是它特有的味道，那就是火烧虾，它自己。本身的味道，然后这个滑蛋虾仁，滑滑嫩嫩的，那个蛋介于像熟不熟，大概六分熟的感觉是最棒的，很下饭。
变华丹虾仁拌饭，导致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那这就是我们的周末套餐，欢迎大家来店订购哦。其实我跟我 partner 当初刚回到高雄的时候，我们在国外都不是做餐厅。那我那时候是在美国的 IBM， 然后呢，我那时候的工作是全球化专栏，所以我常常在全世界到处跑。我们看了很多全世界的美景，然后也吃了很多全世界的美食，常常都会想，这些好东西为什么高雄吃不到？然后那时候就很单纯又天真的觉得，那我就回高雄开一家这种餐厅不就好了吗？所以就想说回到家乡来开一家很棒的餐厅，然后给大家让大家对高雄的观点不太一样哦。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高雄就是工业都市嘛，所以老实讲，以劳工阶级居多，在高雄其实吃不到比较正统的法式料理，也吃不到比较正统的好吃的牛排。所以那时候的想法很单纯，那运气还不错了，我们创业快20年了，高雄这些餐厅慢慢都出来了，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先驱啊。那也运气还不错，大家都还蛮肯定我们的表现。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高雄的法餐都会强调说我们全部都是用进口。其实进口没什么不好，我们有很多食材我们也都进口。事实上这几年在讲所谓的 lock up for， 在讲说食材尽量要在地化，这个我是一半同意一半反对。有些食材毕竟它是最好的产地，比如说以美国牛来讲，它的味道确实是比澳洲牛要来得好。然后像龙虾，我觉得美国进口的龙虾的味道真的还不错。可是除此之外，有很多东西还是要用最好的状况去挑食材，而不是单纯的用它的产地来看。那运气还不错，其实我们也是很刻意在找。那高雄有没有好的东西呢？其实有，我讲一个这个炖饭的故事。我们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啊，常常有的人就来跟我们争辩说啊，你们这个炖饭不够道地啊，道地的炖饭是要没煮熟的。那时候我们就常被客人骂，你煮熟了，客人说不道地，煮不熟。然后客人又觉得，哎，这个好像吃起来怪怪。那那时候我们就一直想要起的赌，我们在国外吃还真的是这样子有点硬。为了这个，我跟我的 partner 当时就决定，好，我们再去国外再吃吃看。然后到处吃，才发现，严格来讲，所谓的米心硬，并不是没煮熟，而是他们那个米比较扎实。所以功课就变成说，怎么去找到最好的米。那其实以米来讲，一定是在亚洲是比欧洲要来得好。就我们找了很久很久，才发现最好的米居然就在高雄，就是大寮145公里。那个米煮起来很耐煮，而且它的结构很扎实，吸的很多酱汁之后还是很美味，大家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所有的炖饭都是用大寮的145公里。那龙虾缸里面也有看到，我们龙虾就是刻意选，一定要活龙虾，而且要从加拿大、美国空运过来，而且还要挑大小。龙虾其实有最好的状况。以前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很喜欢去吃龙虾，然后那时候又觉得啊，龙虾就是猪短夹都喝酱。后来才发现不是，美国在卖那种巨无霸龙虾，一只那么大只，吃起来其实很老。后来那个美国当地的老饕跟美国那个老餐厅老板跟我讲说，你们台湾人都喜欢吃这种大只的，事实上最好吃的在一磅到两磅中间，尤其在一磅半，他觉得是最好的状况。后来回来开餐厅，就到处去走，而且试了好多，发现这个大小就是我挑这个大小，大概在600克上下，那是最棒的状况。果然他讲的没有错，所以你刚刚有讲说这个熬特别的肥美，其实肉很特别的 Q 弹，这都是有挑过，而且我们做了很多的排列组合才找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在高雄吃，就是巴不得客人觉得很感动嘛。所以你看，我们套 Q 啦、海大虾啦、冰花虾啦、面包，都是尽量把分量弄到最大，然后食材等级用到最好。因为我相信呢，会来安多尼欧吃的人，不是只要对自己好，也要对你的朋友好、对家人好，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东西。其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压低价格，我们就什么都做单人套餐。后来我朋友问我说：“啊，你们不是最强调说你们是浪漫的餐厅吗？为什么不推双人套餐？”我想也对，我本想说你就买两份单人回去组合就好。后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友善一点，再把价钱再压低，然后像这个样子，我都跟朋友猜说这样多少钱，他们也猜出来。我们这样全部加起来啊，1680，就是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或者跟自己爱的人，很轻松但是又很澎湃的享受一顿很棒的餐点。但我们现在只能外带，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思考过，内用的菜色跟外带的菜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最早的想法当然就是啊，我就直接把内用包一包拿去外卖就好了。不过我们从去年开始在做沙盘推演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不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内用的菜色很精致，摆盘很漂亮，可是你经过外送过程的摇晃或是外带过程的摇晃一定会烂掉，所以我们必须针对外带重新再做思考。所以刚刚我讲的澎湃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另外一个呢，我们把菜色的规划做成是它放冷之后味道还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准，这是我们很强调的。然后像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不管是在内用或是外带，它的温度变化的过程中其实味道不会跑得太快。然后像这个又很经得起摆，你甚至你回家你要重新再摆盘，随便摆一下就很漂亮，这都是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有去想到的。我也不希望说大家吃一顿饭吃得这么累，就很简单就可以吃到美味的好料，然后高级牛排在家里轻松就可以享受，这都是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很坦白说，我很多餐饮的朋友大家都不好过，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很多朋友来支持我们，所以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撑下去。而且我也觉得疫情会多久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台湾没有那么脆弱，大家一定都会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来爱河畔跟自己重要的朋友或爱人一起吃个好。店大概有五十年了。早期爷爷在青年路的青年夜市，那时候只卖肉燥饭跟鲑鱼汤。早期因为就是工人比较多啊，就卖鱼汤跟肉燥饭。我接手后快十年了，因为早期爷爷啊在夜市买环境比较脏乱啊，所以就想把环境用干净一点啊，还有装冷气让客人吹啊。因为我们之前的客人啊几乎80-90%都是内用啊，那现在不能内用的话，客人就是减少很多啊，就剩下1-2%外带而已。我们就是因为客人现在减少很多啊，为了要生存下去啊，我们现在就推出来店消费满250就打九折。我们现在又推出那个肉燥调理包，就是在家里把肉燥加热就可以拌饭拌面，就能享受到跟老店一样的味道。这次我们参加肉燥大赛后有得到好的成绩，所以我们会更努力把品质顾好，然后回馈给大家。
就是从早期啊，爷爷就到我这一代，有蛮多高雄人对我们的支持，很喜爱，所以我要更努力，把更有动力把这个肉燥饭店继续撑下去。因为这次疫情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在家里自己煮，就比较少出来购买啊。希望大家以行动来支持一些很努力要继续拼下去的店家，让他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样。因为我们本身的话，其实是在不同领域上的料理都有去做涉猎。那因为想说我们疫情这段时间，那大家的外食选择上其实就比较少。那传统式的便当来讲的话，它的菜色上其实比较固定。那刚好我们旗下的话有做像是粤式料理的品牌，那我们才会想说，哎，那我们做一些算是异国料理的结合。那我们把粤式的餐点，它的主餐，然后融合像我们台式传统式的便当这样，对，让客人觉得说，可能他在每天用餐的选择上，他会有多一些选择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老板他本身的话，他是之前有在越南经商的背景这样子，然后他本身对越南料理的话，算是很情有独钟。那我们刚好回来台，他刚好回来台湾之后呢，他创立的这个叫惠安的越南品牌。然后我们它其中的菜色的话，它是我们是采用很当地很传统的那种越南做法，对，然后会真的会跟一般你在外面吃到越南料理不太一样。那么想说，哎，其实越南当地的气候条件也好，风土人情也好，其实它跟台湾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那么还想说，应该台湾人也会蛮爱吃这样的东西的，那所以我们才会有做一个粤式料理融合中台式便当菜色的方式。那其实人家说危机就是转机啦。那虽然说我们现在配合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都不能够内用，可是因为第一人每天还是要吃饭嘛，那时候我们才想说，哎，那不如我们就在每天的我们比较最常吃的这段时间最常吃的便当上面，我们来做一些巧思，那去结合一下不同的菜色，让客人啊，让这些在地的消费大众，他在点购便当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继续传达出美食给大家，即便是像现在这样，就是不能外出上馆子吃饭的状况这样。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算是全球性的灾难，那也才想说，觉得算是也是一种幸运啦。因为我们做的行业是餐饮行业，那这个行业来讲，它算是生活必需品之一。那我们也想说，因为我们员工也都是大伙伴，都是自己在地的，那也才想说，就是不想这么快放弃。然后我觉得要坚持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是要转一个方向，然后把我们以往的观念去做一些更改这样子，然后做成比较能够符合现在这个状况，然后但是它同时又能够有对消费来讲，它是有吸引力的方式，那我们才会做这样便当的菜色这样，也才融入就是其他很多门店它不同的特色。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异国料理啊跟中式台式便当的结合这样子。其实这部分真的是很感谢啦，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们还蛮多熟客老客户，他们知道我们说会继续做下去，然后转卖便当的时候大家都很支持这样。那因为其实很多老客户他都是我们就是本来店里面的常客，那他知道说我们要转型做便当的话，他自己会很热心来给我们很多建议，会说，哎，那你们之前那个什么什么菜很好吃啊，那你那个如果就是便当可以吃到的话，效果应该会蛮好的。对，会变成说其实真的是在这种时候大家都是互相帮忙，然后他知道说我们要转型这个方向的话，他会主动来给我们很多意见。
也都会掏钱出来修剪这样，对对对，然后他吃完之后也会给我们很多反馈，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喜欢比较怎样口味的菜色啊，或是说就是哪些东西他们平常只有在餐厅才能吃到，而现在会希望说，哎，我们做外带做便当也能吃到这样。收割的时候，左右邻居都会来帮忙。那我奶奶就会自己做地瓜圆啊、芋圆、明太糊，然后自己煮绿豆啊等等的，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把它加入冰品之后，就请左右邻居吃，就谢谢他们的帮忙。那就是以一个这样子大碗，然后分享共识，然后分享欢乐的一个发想下去做这样子的冰品也这样。因为这附近有中山大学，然后还有就是旗津海水浴场，然后鼓山这边的人流，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就是一个观光地区这样，所以就选在这个地方。像今年疫情的关系就影响比较多，像我们今年的芒果，它其实对于农民来说是比较滞销的，那我们都是用六龟宝来那马下乡那边的芒果，那我们就用这个芒果来做一个促销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也可以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本身就有跟就是外送平台，就是 Uber 跟 Foodpanda 合作，那就是用这样子，还是有保留住一些就是我们的客人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在地的居民，我们就是回馈优惠给他们，像买三送一这样子。像旗津跟西子湾就是买一送一，那像在建工文化中心，还有凤山跟南子。这几家也都是我们的直营店，它就是第二碗半价的优惠。那我们也要保障就是员工原本既有的薪资，那也要就是让我们的顾客可以在防疫期间一样可以享用到我们的冰品的美食，所以我们还是